有人之地便有江湖。原本相对平静的江湖中，突然出现一位名叫博野景行的奇男子。他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。无论正派邪教，均将其视为死敌，倾巢追杀。11年前，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第一魔女，我也请行。真的是你杀了我爹？他不但立天下武林正道为敌，你不杀我，我传你无药心经。他甚至背信弃义，杀死了自己的师父。爹，我也请行，拿命来！还是血洗了寒阴谷的叛徒。究竟是谁杀了我爹？我告诉你的，就是你应该知道的。只有真相才是我应该知道的。我的话，就是真相。而是你并不完全相信爷爷的话。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我也警醒，是我江青楼的杀父仇人。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父，大好人。我爹的死，你必须告诉我真相。师弟。当年的事你知道多少？这根牛毛金针和以前杀死聂夫僧那根的一模一样，这一定是同一个或是同一伙人所为。怎么停了？飞鹰寨的话长，你害了什么？跟11年前寒阴谷的灭门案一定有关系。这事关一个天大的阴谋，他们大费周章的杀害华长，居心又是何在？今日就让为师好好跟你上上一课。五爷老贼，变态狂！顺的娶回家，我江青流要名正言顺的把你娶回去。夫君，你是我的夫君吗？这月黑风高，昏天暗地，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干点什么吗？这月黑风高，昏天暗地，是这么用吗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是我的盘中餐啦。我想你了。我帮你审出了真凶，你得奖励我一下吧。
江盟主，心伤还可以治好，心死还能救活吗？哎，花来了，送给你。啊！这是我第一次追女孩，自己弄成这样，这应该算是工伤吧。 晚晨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地方吗？炭竹海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就是在喜欢你，不配和你在一起。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。 乃敢与君绝！你是武林盟主的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你的老婆是一个大魔头，我也警醒你。那如果被大家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那要真是全武林的人都来抓你，那我必须保护好你和孩子。 小景是我荣辱与共的妻子，我相信她，而且爱她。她完完全全可以过正常老百姓的生活，但是她爱上了你，就算她没有手要脚，哪怕是分尸，也先把我分了再说。帮我照顾我，帮我照顾我哥。 哎，你们不能抓着，不能抓着！周知府，你勾结乱党，绑架当朝太子，你可知罪啊？陈璧山庄江清流，求见南宫大人。少庄主，不会是特意来行刺本官的吧？ 这个南宫老，他不但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面不改色。南宫大人会武功？师兄，十一年匆匆而过，为今寒阴谷只剩你我二人还存活于世上。这么多年，你杳无音讯，我还以为你遭遇了什么不测。我也尽心。 亏我爹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干出这种欺师灭祖、大逆不道之事！今天我要用你的血祭奠我爹和寒阴谷的亡魂！素素，你听我说，刀司之下活命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当年的真凶。我要留着这个记号。是他，原来真凶是他。
爷爷。哦，请留。竟然帮着南宫大人去抓太子。你疯了。你才是当年灭寒阴谷的真正凶手。现在老皇上生命垂危，太子又在南宫大人的手上，有朝一日他登上了皇位，咱们陈璧山庄就会加官进爵。江清流，太子到底在哪儿？明天天亮就又会回到十一年前那样，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英勇赴死，而我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是你，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。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会遭天谴的。笑，我即将登上的九五之尊之位，我就是天，而你本可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跟我坐拥着大好的江山。老贼，今日我们老账新账一起算。魏萧，或者应该叫你南宫大人。小姐，姐姐。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。那你呢？你的使命是什么？本尊的使命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吧。我知道清流是个好人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干了你珍藏的那壶酒。小女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？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儿子了？梅魂就是谷主给你留下的最好的礼物。